2011, Master Mike, I'm back. Let's go. 唔使焦急 ，wrap up 唔会消失。2010去到2011，10唔少得，一年一度嘅一一 wrap up。有你一脉嘅 wrap up， 梗系有乜 wrap up。个个都话有相有真相，想知真相亦要问潘双双。因为双双影嘅相，张张有风风个样，原来揸张相想知一二如反掌。关机再开机 ，upgrade 部相机，灌气，再换机，换咗用手机。佢话唔怕死，玩家玩得起，求其唔理溜溜都玩爆你。唔理有你死 ，upload 部手机灌气，就咁玩死自己。每年出道嘅靓模多不胜数，出写真歌真嘅想问真系边度？系不到恐怖定不老岁数？要卖力半追逃不摇睇咪比受射香葡萄。父荣谂住北上一去冇回头，数丑贱男友谦谦无后顾之忧，断知激嬲老细渣斗自作自受。男嘅衰多手，女嘅正宗衰多口。最叻并春嘅人系叶问，再叻功夫嘅人都只系凡人。 是问凡人点斗得过天神，仲要系齐天大圣家个二郎神关。恭喜千华 Kelly 有新机，再恭喜学起刘华喜上加喜。咁明点解黎明要懒神秘迷？有喜咪有喜，我哋一定祝福你。今年娱乐圈特别多喜酒，两个剩女终于有人应头。Gigi 文慧都嗌外国男友，剩女有够，原来剩女仲有市场需求。有人欢喜就有人愁，有人牵手白头，有人婚姻到尽头。柏芝仲。 停风终于分手，俾人不停追究理由，只怪太多花生油。山冲同炮爱Rick Owen上身，两个又争女人又争做潮人。山冲系聪明人，识离婚争超人，争到超人直头买得起 Rick Owen 成个人。男嘅爱超人，女嘅爱超人，乐视唔爱潮人，独爱你超人。可惜灰姑娘都有梦想时分，冇凭只怪换嚟一身富贵逼人。有剧情 3D， 冇剧情 3D， 咸片 3D， 卡通片 3D， 爱情片 3D， 乜片都 3D， 总之。 拍 3D 张飞就可以收贵啲 ，3D 肉蒲团关键系雷神露点，点知露点变露点，敷衍用替身亮点，再加白啊白声，我问你想点？我嘅导演实要你还我两点，打擂台勇夺金像奖最佳电影，证明有实力卡司唔一定要巨星，咁即系揾我 Jack 事务份话政府6000蚊，所以贪心过600蚊，结果官非前身，我强烈谴责出售佢淫片嘅嗰个人，呢啲片梗系开心 share 先过瘾，Mr 嘅汤姆果然系老手，同女友分手再识人。 老友系咪 model 特别中意鼓手，定系 rapper 都应该剪翻个 bob 头？Swing 以音乐做使命，我再次衷心向你哋致敬。革命就算未完成，对你哋尊敬唔会停，你哋永远系乐坛嘅光荣。鬼马双星出名卓头劲，而家得翻丹丁 rest in peace 许冠英。唔讲唔知，学生王子邓光荣都系民主烈士。六四嗰时佢帮过300个文运人士，我代表自由，愿你 RIP。 黄维基话郭点解唔挖林峰？点解佢嫌阿太驱风风得错，佢冇用。罗立林廿四小时死5次，替做电视史历史，今次算死得就意义。情恩系少女嘅白马王子，点知竟然系2次已经白花又王子。罗力威经理人谂住静鸡鸡偷咪，俾摄录机拍低偷咪唔到是渣米。思琪很撇，荣豪仍有千挑水深欢。点知深欢只系个冇水空心老官。千千个爹哋系刘家昌老师，一次又一次落土当生意，就算个仔被刺。 笑佢当冇事，我成卡都知点你嘢，咩又翻黐？莫笑冲孙兴呢铺趁样衰，两个老爷加埋都成百岁，先学人咩条床独醉我。问你边有面目见自己仔女？今次呢个游戏系问自游戏，转问话不理，其实系讲点理。既然不理，原来系点理咁神奇，咁我都想讲转问我想点理。何家一家分身家，何家身家，何家分，何家遗产归何家，何家分家如何分？何家一家为身家，何家一家不成家。 家身家系何家，齐齐一家系无家。我痛心日本大地震，但系我有疑问，人系咪天灾发生最大成因？人类嘅私心不停破坏地球平衡，人类自己种下末日祸根。有人懒有学识，小师奶盲抢而冇常识，佢哋抢而目的纯粹系对屋企人爱惜。香港好多苹果迷，只不过佢哋唔系迷苹果批，系迷乔布斯。出品嘅一切，因为每次新机出世翻炒家就有钱使。香港同内地人负争床位，迟啲唔兴北上消费，兴北上山。
仔。香港人鍾意炒股炒樓炒基金，內地朋友嚟香港炒埋一份，錯得內地嘅帶頭奶粉。而家唔興炒黃金，個個愛炒奶粉。我對菲傭冇歧視，為投家我知離鄉別者唔容易，但對於外傭居港我唔能夠支持，唔係自私而係希望對香港嘅市民公平啲。想我都好想好似印度阿星，有嘢唔使做，户口會多咗七個零。空塵嘅沙包空手，最後橫屍街頭，呢啲係咪替人頭，這人亦替其頭。個太機師唔使拍衝上雲霄，唔使買機票，空姐同佢吹上雲霄。差啲小學雞惡個鬼，喺商場俾老豆以為好威。你話佢老豆飲佢泥，寵壞細蚊仔，但我估計可能佢想個仔做鬱敏而逝。咁都一句善改土地用途封殺 hidden agenda， 原來政府咁樣去發展本土藝術文化。邊個唔知簡上最有食力？林老彭食力日拆有皇家飯食。菲律賓總統諗住走數，有錯唔認數，一句道歉都冇，死都唔認錯嘅態度令港人憤怒。我哋唔會停下追討公道嘅腳步。美國要用10年先捉到拉登，如果中國公安出手，肯定一年就拉到人。公安個個失埋特異功能，你睇下連蝙蝠俠都俾佢打鑊金。高鐵擁有世界第一速度，高鐵乘客結果冇人到步，鐵道部係救人定係救鐵路？全世界目睹鐵路，你當保人命，你當係草。地鐵向各大傳媒發出警告，温馨形象背後講一套做一套。你出我負面新聞，我就抽起廣告。呢個世界有錢就係咁霸道，政府實施最低工資諗住幫工人，冇最低工時措施幫人變害人。老細對工人福利永遠唔關心，打工仔係永遠嘅受害人。就係殘光雜民做鐵金剛 ，die another day。亞視新聞負責拍呢出戲，激嬲阿爺，你話睇你點死？王靖近時真係要擲日再死，塗鴉少女嘅誰害怕艾薇薇？曾上下令全城警察高度戒備，小齊怕艾薇薇定怕自由未死？你嫌打塗鴉定打壓言論風氣？林公公要阻止公投運動，冇諮詢公眾係咪驚冇人認同？堵塞漏洞定剝奪投票活動？林公公係謀殺民主嘅幫兇，自欺欺人嘅領導人市民自憎。落區時插民情永遠見唔到市民，著六四 T 嘅通緝犯埋唔到身，黑影前伸隻手攝喺鏡頭附近，去港大校慶學生被禁，小心唔俾領導人見到遊行。記者新聞自由變成自由行，領導人點會插民？尼古尼克強係李克勤。泛民政治明星唔係選票保證，今年區選建制派大獲全勝，入屋七勝用中票方式取勝。原來所謂嘅選情只係阿爺命令，財政預算惹民憤，入邊冇關心基層市民。百上加斤煙税加11蚊，咪諗住派6000蚊特民心，取之於民嘅儲備，你充其量還富於民。特首係當勞，財政司守財奴，唔理訴求係佢嘅理財之道。民間疾苦上壓、啊、離不到不知道，離譜嘅預算案令怨聲再度。劏房冇陽光，窮人冇人幫，月光光一夜燒清光，窮人傷亡，政府唔幫忙，劏房尺價貴過乜乜山莊，呢個就係香港。堂堂感情缺失唔係最缺德，最缺德係你亂噏，噏得出就噏。當奴詐你有做特首潛質，因為未做你已經學識狗噏。10年後我想做導演，拍到電影《遊唐英年》領銜主演，叫那些年我們都插過的唐英年肯定攞最佳導演兼賺大錢。肯定劇情講有日堂堂搭昂坪三碌拎，部纜車突然停掉喺半空吊吊揈，於是佢 call 工程部阿嘉明，鬧佢剛愎自用抵，佢做唔到李嘉誠。80後嘉明睇完梗係好興，本住車位人忘記心情，送佢一程，成部三碌拎跌落絕嶺，佢大叫一聲 The city is dying。多謝你哋支持 New Hope Mixtape， 今年新專輯我會更俾心機，希望流行反擊戰帶俾你驚喜。 Hip Hop 無味死馬咪唔會放棄。